可心，我是严静书，你在里面吗？可心，开开门，严静书要和你谈一谈。怎么？去开门。不能开，他们冲着你来的。可心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把门打开。你要是再不开门，眼睛叔就要自己想办法了。听我的，去开门。哎，眼睛叔，这么大晚上来有什么事啊？带这么多人？嗯，母亲呢？母亲，他都消失好多天了，我也在找他，怎么可能在这儿呢？我看见他进来了，你最好把他交给我，否则的话，你和我都过不了这一关。这么大晚上，带这么多人来着，就不怕我先跟你过不去？全让开！哎，不能进来！喂，喂，你们不能进来，听见了没有？站住！谁敢再往前？可心，我只想找到母亲，不想惹别的麻烦，请你理解我。搜！哎，喂，你们不能进！ไอจีอีชื่อแปลกซีรีส์ปังวาไรตี้ดังได้ใจ